好 ，OK。其实呢，我们今年2014年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环宇之旅，是不是去哪里？瑞士，迪拜吗？环宇之旅 ，Asian Cruise Greek Island。哦，对对 ，OK。爱情死海的。死海，我们设立一个目标，一定要带团队至少100个 team 力去。哇 ，OK。非常大，但是这个目标其实我们以前也达到过，那个时候光是在台湾，现在是我们是说至少在整个北美要创造这个奇迹，相信吗？相信。那我绝对相信我们整个 New Skin 在以后的几年会成长10倍以上，你们相不相信？相信。你们如果相信公司成长10倍，你们是不是也会成长10倍？是。为什么可以成长十倍？高科技 ，AI，OK， 整个的商机，对吧？现在的时代是真的是跟往以前完全不一样。我们 New Skin 是以 functional views， 是不是？如何让你由里到外更年轻、更健康，对吗？我们这里有所有的见证了，所以我现在刚满70岁。像不像？不像。你们刚才我天天是做中法的哈，那产品不用，绝对是最好的，对吗？对。所以 New Skin 从一开始到现在创了这么多的奇迹，最重要的除了产品之外，我们最好的产品是什么？我们最好的产品是什么？奖金制度。我们的奖金制度，对不对？6%-5%的威力。所以昨天我们演讲，很可惜你们没有看到。所以我们把眼光全部挑到我今天要做就是做 team lead， OK， 做到蓝钻 team lead 是所有6代奖金全部都可以通吃了，眼光一定要拉高， OK。 那现在我们蓝钻平均收入多少？蓝钻的 average income per month3万6、3万7一个月，对吧？我现在要让你把眼光拉开。我们成长十倍的时候，蓝钻平均收入会是多少？36万一个月。你们相不相信？绝对可以。那我要告诉你为什么可以。我们现在整个的商机是不是全部不一样了？我们的最重要 New Skin 的优势是所有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可以比，不光是直销界。我们手上掌握的所有 AI 最重要的优势，那你们都听到所谓的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ight？ Yep. 你知道那个商机有多大吗？ 15 trillion 的中文是多少？15兆，十五兆你还算不完的，对不对？那如果是15兆的美元的商机，我们可以拿至少1%的话，那个商机够不够大？那为什么 New Skin 可以掌握这个商机？我们怎么样所有的条件都具备？我们从20年前就开始做准备，所以你不要说只看眼前的产品。我们公司是眼界是从20年前，为什么20年前就知道了，就开始做准备？我们20年前是什么产品让我们可以开始收集资料？ Scanner， 对的。所以在 AI 的世界里面， AI 的 future currency 就是 data 资料的收集。所以20年前我们有了 scanner， 是不是收集所有关于我们的整个身体营养 antioxidant 的资料，对吗？所以 scanner 现在全球我们已经测了多少次？几百万次的 measurement， right？ 所以我们的优势是已经有关于我们营养的资料。再下一个，我们又收集了哪一家公司 ？LifeGen， 为什么收购 LifeGen？ 因为的它的 genetic database， 是不是又有基因数据 data？ 后来有一个什么最重要的突破，就是最近这几年，3年前才开始，你们晓得是什么 ？Vera， 2、3年前才开始。我们的第一个 Lumi 的 IO， right？ Lumi 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
搜集 data 跟 Vera 连接，对吗？最近最新的突破是什么？ Renew Spa。 Renew Spa 的目的是什么？只是身体只是那个排毒还是去脂肪吗？收集数据。 Renew Spa 收集的是什么？ Body data。 所以现在变成我们data 几乎全部都有了，然后下一步是 DNA 的 data collection， 我们已经在进行了。所以当各种资料全部具备的时候， Newsfeed 拥有的是最大的数据的。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We create 一个 digital twins。 我不会中文，中文怎么讲？意思你的理想，你的理想。那这个 digital twin 其实就会在你的 Vera App 里头，你们的未来所有的生意都在你的 Vera App。 因为透过 Vera App 我们收集了脸部的、身体的，然后 DNA 也是从 Vera App 里面去发出指令去买这个 DNA test 回来以后，所有资料以后，你们的 Vera App 以后就变成你的一个个人 AI 的一个秘书。所以当你在用 Lumi 的时候，他会告诉你，哎，咪咪啊，你今天 Lumi 好像用的怎样怎样，不够用力还是怎么样，次数不对啊，是不是该换头了，是不是在跟我讲话？是，我用这个时候，哎，你这边用力太多了，哪里没用到了，又在跟我聊天了。然后再下一步就给我看到我的，哦，你哪里缺这个缺这个营养，再补充什么营养啊，你皮肤太干了，是不是要再该加什么啊？我一讲完，哎，我又去买了，是不是？现在 Vera 已经有这个功能了，给你做皮肤建议，然后马上引到你的 shopping cart， 来。再下一步，你们知道是什么事情吗？为什么我们说是整个 $15 trillion market， 不是只是 two trillion 只是跟我们健康保健有关的，或者是皮肤的，整个 $15 trillion 是所有跟我们人生有关的。下一步以后的未来，我的 Vera Lab 说，我在说，哎，米娅。这个叫我的私人秘书，名字叫咪咪咪呀 ，OK？ 你们 Jessie 咪呀，每天都跟你在聊天。我说，哎，咪咪咪呀，我今天要去演讲，我该穿什么衣服呢？他就跟我，啊，看你现在你的演讲呢 ，OK？ 我告诉你啊，什么牌子好，什么，哦，好，买，我马上买。然后买了以后呢，因为是透过我的 Vera， 我会有奖金 ，OK？再来，我说哦，我今天要去那个去哪里？要参加那个 Greek Isle 的 cruise， 我应该要穿什么样的衣服适合那边？就给我建议，穿这个穿这个 ，OK， 都给我选好了 ，OK， 买了。那然后你们相信你的组织网，如果每人都有一个个人的 Vera 的 Mia 秘书，好不好？好，是不是 Mia 在帮你做所有的推荐跟跟进？所有产品的定都在这上头，变成我们每一个人的 Vera 都变成你个人的一个 Amazon business， 变成你所有透过你 Vera 去买，你会有奖金，而且你所有伙伴也是一样。那重要的是，他们买的全部奖金也都回到你身上。你们看懂了吗？听懂了吗？哈？还是听不懂？听懂了。所以以后未来上面是不是在 Vera 上头，我们拥有个人的，你就不必到 Amazon 买东西了，你就透过你的 Vera 去买。我们的范围是不是无限？不只限于光是皮肤保养跟健康，任何跟我们人生有关的。所以这就是真正的 affiliate marketing， 这就是未来的趋势。那我们 Newskin 为什么别人没有办法跟我们竞争？我们是从20年前就开始做准备，别家直销公司根本没有 data， 我们是所有 data 都俱全了。然后呢，最棒的 Newskin 是资金雄厚。那这一些我们从20年前开始收购这个 Scanner， 然后收购 Pharmanex， 然后 Scanner， 然后 LifeJet， 然后要去做各种科技去引进推广这个 Lumi Spa， 然后现在 Renew Spa， 需不需要很多钱？要不要？要。你知道这个 COVID 3年的时候，很多直销公司因为他们的财务不稳， okay， 他
他们没有现金去做投资，所以他们连奖金都发不出去。所以在 COVID 的时候，很多这些有的是大直销公司哦，他们维持不了，他们跑过来找 New Skin， 我们现在财务遭到困难，你可不可以收购我们？ New Skin 怎么说？没兴趣。我们要把资金放到哪里？ AI 的投资。所以我们其实从5年前就这几年开始在 AI 的投资已经快超过1 million 了，不对，1 billion， yeah， 本来是500 million 的预算，现在已经 double 了。有没有别家公司在做这个事情？没有。所以我们是不是完全 AI equipped， 对吗？那如果市场这么大，商机这么好，你想不想拿到最足的奖金？想不想？想。那怎么样可以拿到最高奖金？蓝钻，一定要至少做到蓝钻。但是光是你做蓝钻，还是不要说只是蓝钻，听你力好不好？更好。更好。我告诉你一个秘诀， Velocity 说只要6个就好，你们觉得你低宽限6个好还是15个好？越宽越好，是不是？没有止境。我最高记录是第一线27个主任，我现在要打破那个记录。OK， 不要把你眼光限到公司说六个就六个，你要玩大还是玩小？玩大，你就做大做宽，做深当然也要。那你这样子，如果你用这个观念去讲，你的团队可不可以制造至少100个怀孕领袖？可不可以？可以。你如果不是只是你，而且下面有100个的话，你的组织是不是翻10倍、20倍？整个 New Skin 会不会马上到20个 billion？ 会不会？我相信我们如果大家，我的，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这么兴奋？我眼光看得很远，我非常有动力，因为我现在不是说我自己如何如何，我的目标是我们怎么样一起结合，让我们 align。让我们目标一致，眼光放远，不要只看到产品产品产品，而是看到整个商机要怎么样去拿到最大的突破，要制造欢迎领袖，不光是 brand rep。 当我们制造多的欢迎领袖，我们全部一起100欢迎好不好？一起去游轮好不好？好。如果你们有这个志向，我们整个 New Skin 会不会翻10倍、20倍？对。那多光荣，这就是我最重要的。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把 New Skin 提高到不同的境界，一起成长10倍。但是我一个人做不到。我相信今天我们中国人是不是最杰出的？是。我们当时就稍微简短一下，在2分钟的时间。我当时加入是1989年。那我加入当时是只有中国人，多少你们那是有多少人是1989年还没出生的？有没有？我在台湾演讲每次，哦，那我加入的时候你还没加入，哎，没出生 ，OK， 没出生。所以我觉得现在我很庆幸，在我最人性转到转类点，我要寻找一个机会的时候，人家我的朋友告诉我，然后正好是89年，当时我看到把 New Skin 带到奇迹。创破纪录的就是我们丹丽姐跟博士，当时他们的眼光 OK， 所以当时他们创造奇迹，每到一个地方他们讲到说 New Skin 可以改变你的人生，所以当时我们去参加会每3个里面有一个加入，所以当时是只有20个产品，一个蓝色的那个入灰袋才200块，20个产品怎么最贵的产品是个美肤粉美肤水35块美金，当时做主任要10000点，不是5000点。当时维持主任是3000点，第一线要5个活线，上主任要20个活线，才可能上主任。我们不觉得那是困难，我们觉得冲了，我要培养主任，我要培养 LI， 我们进来就是 LI， 一套250点，蹦蹦蹦蹦蹦，4个亿，250点，是不是就1000点？复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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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时候的速度，我跟你讲，我们让公司进入第一个暴涨期，把公司的业绩从50 million 跳到500 million in 2 years，
是不是十倍？是。怎么做出来的？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厉不厉害？厉害，最厉害。所以这也是因为中国人做的这么好，公司才说要开中国市场、香港市场、台湾市场，然后后来中国大陆，对吗？我们是不是每到一个地方都造成奇迹？我们怎么造成奇迹？不是靠产品，我们的六代五八五他 ，OK？ 所以我永远看到以前做过，现在也可以重做。我们现在条件是比以前更好，现在有电脑，我们当时是没有电脑、没有电话 ，OK？ 现在我们的科技跟以前。